啊，日本即个关经济体，因个即个收入买咱下去，啊，咱若东西向咧买卖，你红龙果伫中国嘛种会出来，你往来中国嘛种会来，乃至啥，咱遮有伊遐拢有，介绍绝对咱拼输伊。哦，总共咱有做啊足好品质的，尤其像莲雾，因做袂出来的品种也是即个品质，那么伊嘛无在条甲咱买，会当买甲咱遐高干。那量嘛无够啊，好啊，所以人拢有咧讲南北货，这就是有钱赚的物件。啊，你若东西，无人咧讲东西货嘛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得看不起，我说吼，拢讲啊，你什么东西？拢无咧讲你是什么南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得看袂起讲，因为东西货拢作俗的，你有我嘛有，哈，是安尼嘛，哈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。咱进目前真正啦一个问题是讲，咱有诶所在足自由，咱真正足自由。啊，比如讲农药，固在里无。啊，咱诶农药商有诶也无拢免考过考执照啊。啊，为着要加卖药啊，互你用。本来你着着一种虫病，也是病虫害呢，吼，迄个病菌呢，都为着派几啊黄药啊，派咧四五行互你。啊，搞不好伊也搞，伊也唔知影讲这要用啥物药，较会对症下药。啊，过去用包的啦，像迄拍山枝安尼，一届五粒山枝出嚟安尼，五种药啊，这个无对无嘛，这个对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咱台湾的农药量，咱一年每一个人哦，每一个人拢有九公斤的用量，平均哦。啊，这拄啊全世界，咱可能拄啊输中国呢。啊，因为中国迄中国思想哦。就我若有钱赚，无咧管讲恁其他人死了了，吼、哦，有办法，家己的落地的钱摕来我落地安上好。伊敢若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因无咧顾国家的利益啦，还是团体的利益，无，伊拢私利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因拢一句话：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哦，这拢作错我们中国思想，吼、哦，咱来用美国人因的。哦，像因个基督教的教育是用博爱，咱来爱所有的人，每一个生命拢足重要。好、哦，啊，那么咱用有机的方式来种植，卖用农药，甚至咱环境的化学加荷尔蒙都袂遐济嘛。是安怎子嘛？医学愈来愈进步，啊，那破病的人愈来愈济。不是你拿急诊去到急诊室讲无病床。啊，病起遐侪，跟起遐侪，那还阁无够，表示着咱已经把环境破坏。咱干那输空气，这空气内底着作者化学物质，互咱输入，互咱生各种个癌症，吼、哦，各种病变。啊，所以台湾人爱改变一寡管制农药的方式，吼、哦。啊，农民真正爱好啊，家己认真看一寡。病虫害地色，吼、哦，啊来看药箱，药箱嘛有执照，伊知影讲啥物病菌，啊用啥物药啊，唔是用包的，用山枝的这个方式，吼、哦，啊第增加咱的土壤的这个农药的残留量，吼、哦，啊这是咱的生产出来这些农作物的产品，吼、哦，拢做些残留，啊，互咱食了，咱本来讲食物件是要食健康。要来延续咱的生命，结果食这个，有拢中毒啊，吼、哦，慢性中毒啦。啊，像我对农药我着作敏感的，哦、我那介只水果我食着，头家讲我着知讲这个物件农药残留足严重。啊，比如讲我买柑啊，我捌一届买柑啊吼，啊食不完啊都报纸都啊甲砍去，煞袂记食啦。啊，第三天发现我已经烂。拿去啊！啊，那么另外一批柑啊，我拿食不完，也袂记食。过我看到是已经十几天啊，无歹呢。啊，我就讲啊，无我该注意看你当时袂歹，三十天袂歹。啊，你看啊，咱要食对一款呢，都爱食迄三天就歹，表示迄个无农药，迄个病菌吼、哦，微生物足容易滴比加，好加迄个消化掉哈，加分解掉。迄三十天袂歹，因即马因有诶感冒吼，为着要若卖无去，爱会当下足久吼，拢为迄个地头甲你点药啊，啊，迄个足毒诶，
迄糖偏着都拢唔敢话伊。哦，啊，咱若食落巴肚，哦，咱就包害吼，一定会伤到内脏的嘛吼，咱的肝吼啊油脂吼。所以唔好看轻农业，吼，因为咱逐工拢咧食农产品，无论你食蔬菜水果，还是迄个稻米吼，啊，所以大家爱做来拍拼，大家爱有这个观念，吼，因为台湾真正是一个宝岛啦。67年来，迄个国民党来，甲咱一直歪，逐年歪，歪歪到今嘛还袂倒呢，吼，表示真正是宝岛，吼，啊，如果拿咱家己。台湾人来管家己，吼，咱台湾就是讲要做一个自治的政府，家己管家己，咱家己的人才会疼惜这块土地。国民党遐走路来，迄拢把咱这个所在当作客居之地，伊都后壁个吞大反正这毋是我的所在，哦，就敢若咱咧大陆遐，啊，就困困下啊，后壁个咧喷啊，起来米皮也免煮，伊就要走啊，哦，因都随时准备要走路的，哦，所以。即阵都通，咱昨有听秘书长讲，因即马若贪污的人，拢要摕美金，拢要摕黄金，因为走路敢若这两项全世界通用的等于一个钞票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大家来民政府遮受这两三天的训，大家爱有一寡收获转去。啊，你转去秘书长出遐的册，吼、哦，你爱好好看。有时啊，像阮秘书长伫网络发表文章。我拄开始咧看嘛，是足艰深的。但你接看看久，一届看无，甲看两届、三摆，自然你就会体会。哦，你暗时啊咧困，那个想一下，吼、哦，啊好啊，想讲我要替咱台湾做啥物有意义的工作。吼、哦，咱唔通讲像人伫外口咧醉生梦死。吼、哦，我知影咱大家今仔肯牺牲时间，吼、哦，牺牲一寡金钱来遮，就是要替咱的仔仔孙孙。来尽一番的心力，吼、哦，要替咱的子孙做开一条新的路。啊，因为过去我所对过一只政党，67年来，尤其独派者，行唔到方向，吼、哦，找错对象，吼、哦，一直讲要去加入联合国。啊，联合国是以一个国家单位做，吼、哦，基本的单位。你若唔是一个国家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去参加联合国。啊，因为咱真不是国家，咱是会使讲。类似准国家，哦，看起敢那人口也有，政府也有，但是这人口，咱是属日本天皇嘞。啊，政府，你莫说中华民国政府啊，唔是台湾政府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土地，啊，这个土地嘛，日本天皇的，嘛唔是中华民国，嘛唔是咱台湾人的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外交，诶、欸，外交是中华民国含23个小国家用钱去买收的。迄国际无甲你承认，啊，迄嘛中华民国嘛唔是咱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介侪拢是错误的迄个观念，独派甲咱教唔对，啊，咱啦拢甲接收起来，即拢爱清除而处理，吼、哦，台湾人唔好用感情、感情用事、意气用事，干那凭着一股力气讲要拼台湾要独立，你呐法律上、法理上。无做基本的基础的认识，咱拢会行唔着路。哦啊，王辉67年独排拍拼，结果一场空。哦啊，咱林秘书长所发展这条法理的路线，是依据主联法、哦国际战争法、国际条约，大项拢是依照国际的规则来，所以美国肯甲咱肯定。哈、哦、啊，这个是正确的。所以这两年来，我认为秘书长这个路是正确，所以我对真难。好、哦、啊，我也鼓励大家好好看一下册，唔是干那讲买断去，啊，当作讲买断就准算啊，无还无效哈。好啊，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哈、哦，啊，我讲到这，感谢大家，以后大家做伙拍拼，多谢。我家己校长兼公正了哈，起立，行嘞，好，休息15分钟。